老大，老大嘅，我哋啦，我哋叫啦。他这只鸡啊，可怜，爷爷从来都是。喂，你好。都两个月。嗯。没有啊。要晚上，我现在在外面。八九点，怎么了？哦，你那里怎么了？嗯。嗯，你说。不正常。不正常。嗯。不是，你的 IP 错了，你都没找到控制器，电脑都没找到控制器的 IP。嗯。等一下回去我给你搞。我要晚一点回去，我现在在外面，在工地。